请全体工作人员就定位，典礼将要开始。欢迎欢迎各位贵宾莅临，意志顺天不变冠军中建功之地党土大典，非常的欢迎。今日中华民国109年6月24日星期三，农历5月初4日，台南市安南区意志顺天不变冠军中建功之地党土大典，感恩感恩，非常的感恩咱凤凰元庙、凤凰宝娘慈悲，选取良师格力，举办意志顺天不变冠军中建功之地党土大典。感谢各位贵宾大驾光临，为本中增添光彩。现在吉时已到，典礼将要开始。台南市安南区意志顺天不变冠军中建功之地党土大典，典礼开始，鞭炮。主灯者顺天不灭冠云中冠云，陪灯者中华和美诸会中华诸会堂，有去中华诸会堂堂主张进伟，财团法人道教发展基金会范国广范教授。东部级天元有志工苏老师、苏主持、苏老师，民国营造厂李义民李董事长，李鸿灯、基希等陈进旺朱领委员，请信宫陈副主任委员、党务助理委员、智勋建设开发有限公司杨文志杨董事长，以及咱董秘董秘的李鸟萧忠宪，以及咱的建筑师孙永吉孙建筑师，感恩。来宾请起，掌声请就位。掌声请就位。欢迎咱贵宾莅临，欢迎。
天文岁数金鼠年五月初四日，为义子顺天不庙冠分疆，建疆基地党土大典，疆主冠云，以及各位长官率领疆省去神神林顶，敬备清香酒礼，新果新事，金银财票，恭请本宫凤凰元表、凤凰母娘，及庄主六里门圣母庙、天上圣庙，吉日为新妇，沙仑卡清圣宫五府千岁，吉日为新妇，行天府行府千岁，观音不祖，佑祝建功顺利圆满，并且福德正神，白灵公、白灵婆、白居主，必有更治过程顺利平安，祝多完毕，请三拜，一拜，再拜，三拜。上香，欢迎各位贵宾的莅临哈，那么右侧有咖啡吧哈，来对。